林志颖拥有一家五口的幸福家庭，最近刚忙完赛车活动的他回归家庭当最暖爸爸，先是晒出双胞胎儿子相亲相爱的模样萌翻大批网友，现在又晒大儿子的画作被狂赞超有画画天分。九岁的 Kimi 最近手绘了机器人，左撇子握笔流畅，为机械外壳画了许多线条，胸前圆心位置还上了绿色，机器人外形相当健壮，看了老爸发文称赞黑米哥哥的新作品越来越棒了。网友也称赞 Kimi 从小就有画画天分，但眼尖的网友也发现 Kimi 正在翘腿，而且大腿超细，似乎坐姿有点厉害哦。此外更有不少粉丝留言想起了仲夏夜之星，刚看完林志颖主演的偶像剧，不少戏迷趁机告白要他赶紧再拍戏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